接下来我们用三藏队来打这次的白龙 ，Go！ 我觉得三藏这队应该的配置也是算是好打的那种感觉，有光人可以排猪，好了，不用排猪啦，我们这样直接打一下就可以了。第一关，我在想第一关要不要先洗个技能啊，还是其实不用？算了，我都做全体攻击了，应该是不用洗吧。对啊，这对 CD 都蛮短的，除了那个光荣以外。Oh my gosh！ 好，把这个起手好了。哇，这个真的很难呢。哦，好烦。好，这对我都有除了队长。好，那你去抽一下队长吧。如果过年的时候有开放的话，哎，血转失败了，哎，天降成功了。俗话说得好，血转失败就是要靠天降。话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快死了、啊？是我的错觉吗？他怎么那么难打、啊？哦，因为这一队还没有合体啦，合体之后一切都会好多的。哇，那要等合体哎。哎呦，早知道第一关洗个技能了，不然这对真伤太低了。来合体吧！嘿，第一次留言很喜欢看阿红的影片和直播，谢谢你 ，YUHE， 谢谢你。我现在很害怕耶，该不会每个人说他第一次看直播或第一次留言都是他已经抖内购很多次了，超害怕，怎么办？他会反弹吗？强化住。哦，他会反弹，痛，真的痛。感谢阿红，到我是过了 ，OK， 赞。好，技能洗的差不多啦，接着来到了第五关，八 combo 以上。先来排个猪奥，哇，这队被打真的是很吃力哎。回血。哇！我也第一次，猴仔，我有看过你的名字吧 ？Michael Gay， 猴仔。哎、欸、呀，我觉得有一点吃力哎、欸，这边。是有点吃力啊。虽然我是可以手转八康的人啊，但是普通人有办法吗？突然疑惑。对啊，我觉得那个把状态挤掉就好了嘛，也可以啦，或者是你单纯只是想要拼手转也可以啦。引爆，然后这个开开，哎呦两个哎、欸、哎、欸、那个挤掉好像可以哎、欸，什么转木珠光，好，哎、欸、挤掉了，漂亮，哎、欸、对，挤掉就好了。在存什么？好像应该就够了吧。对啊，不开龙科就够了。OK， 还是很可以的。赞！挤掉好像比较好打，但是就看各位了。好。过关了，好，三藏也可以零食啦，好不好？提供给大家打法。而且这时候零食它不会有那个，不会有那个特别的符号，零食通关。